怎么这个血鬼看起来很不妙呢？血鬼应该是要看他看这个场次，有可能是选手啊，那你也不知道是谁。然后这个 always move first 看起来也像选手，像是这个选手不敢。而且最不妙的就是我是宗师，然后对面也有个宗师，但是他打的位置跟我位置影响力就是不太一样。 那我怎么跟嘞？急啦！因为他有 shut down 啊，确保击杀，反正闪现丢了一定不亏的啦。 早都卖了啊！中上差距，你们总是这样子玩的、啊，你们好悲观哦！为什么啊？完蛋，完了！这些都是小小的东西而已啊，所以根本不足以影响整场游戏。 完了，掉跑车，完了，职业哥，两个上路全都是谁啊？上路都是啊，哪知道是谁？啊，两个超级战花跟两个英文 ID， 我哪知道是谁？对面 ID 上面是机械区的中单，有可能啊。那、哦、我们上路嘞，能不能顺便表单可以查一下？超级刀看得出来啊，那32长在这里，一定是超档。 哎呦，我牙被勾到了！减二，干嘛啦？完了，让卡拉丁拿到这个，头好痛，老鼠眼。 这种交闪啊！我怎么啦？ 好吃，又GG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有优势的吧？
虽然我们掉中塔，掉下塔。我靠！一闪哎！这种感觉是我不该去，没有老大就不要出门。哎。没有暴击，好猛的路西安！妈的，讲完就掉炮车。这边可以选降治疗。当你不知道买什么招的时候，不买个降治疗，是的。他们要打龙，所以在最后三十秒的时候叫了一个预示者，这样子发龙其实有点危险。同闪了，同闪过台湾。尴尬哎，不行，感觉要卖点东西了。等等，绝对不是等于等于。哇，还是被他踩到嘞！赌一下，我的对不起，峡谷之巅。为什么要回头？我在赌紫金晕跟那个踩到底哪个比较快？现在我知道了，那个踩看起来很快。没有，现在谁敢这？踢进去。现在谁敢吵架？吵架一下被禁言了。16等喽，达拉丁感觉在我们屁股之类的。
还好扭掉派克大，还好闪掉派克大，这波还行，没有让派克开舵。哦 ，nice， 我这把真的没用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有龙纹。欸，我这个抗击药剂很有用欸。哇哇哇！血鬼，还是其实没用的是我。队友先刷一波伤害，我没有刷。你看，就说嘛，什么完了，根本就不会怎样，根本就不会怎样。